现在到板桥店喽，再来捷宝泉。那我们今天已经里面有留一台客人的车，对，今天一早来就是要修复他的车子。这个就是我们卓越奥恩修复的创始店板桥店，比较小小一点点啦，就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这台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车子。现在把灯打开来。这台就是今天客人留车要塑伤。我们一早来都会先看一下有没有很多客人，可能昨天晚上在询问的，我们一早先一一的先回复客人，回复完我们再来开始修车，不然会让客人等待太久。有客人打电话来询问，喂，主任你好。哦，可以啊，那您大概几点到呢？ OK OK， 好，那你晚点过来就可以了，我现场再帮你评估。好，拜拜。 OK， 那我们边回讯息，要趁这个时间边忙边吃早餐，不然我们待会客人太多的话也没时间吃。喝咖啡才有精神修车哦。cheese 蛋饼，你会看到它里面浓浓 cheese。好喝。10号。The winner goes to。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洞，这里，从这洞进去修。那我们现在修到一半了，现在时间差不多1:30。那因为其实我们营业时间是比较晚的，所以刚吃完早餐，所以通常我的午餐大概是人家的下午茶，大概2-3点的时候才会吃中餐这样。所以我们就继续来修车。前后左右，然后如果没有问题，就可以交车给车主。好 ，OK。OK， 那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，现在今天的第二台车，第三台车。然后等下晚一点，7点还有一台，那应该预计是7点那台完成，才会吃饭。因为我们凹痕的每个凹痕的修复公司不太一样，所以每天其实车的数量也不太相同。
如果都是小伤的话，其实一天大概可以做五六台。那如果有些车子它的凹痕是一整天的话，那我一天只能做一台车。对 ，OK， 那我就赶快先赶工做这一台喽。养好工作习惯哦，下班的时候把所有工具都要回到定位。电扇要记得关。保护客人的车子，因为有些客人都会留车啊，或怎么样放在里面，我们都有这些保全的设定这样。好，下班，拜拜。天的，那我们睡觉前其实都会把，就是今天还有一些漏掉还没有回复客人讯息去做一个总结，然后回复完。那今天总共修了四台车，其实蛮累的。那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差不多是这样子，就是大概有10到12个小时都在忙在工作，大部分时间在修车，然后再来去回复我们客人。对，啊。OK， 那我们睡觉时间啦，晚安啦。